还记得4年前巴西世界杯上那位回眸一笑百媚生的世界杯女神张怡媛吗？当年凭着在场对着镜头露出灿烂一笑，甜死人不偿命的无敌笑容让她爆红全球。现在俄罗斯世界杯开打，张怡媛也来看比赛，掀起网友热烈讨论。张怡媛相隔4年又现身俄罗斯观看世界杯，还在社交网站分享多张美照，甜美笑容依旧，再次勾起网友回忆，真的好美，记得当年真被美到了。她回头的一瞬间，我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